因为利物浦聘请新球探，欲挖掘西班牙优秀球员。虎扑8月29日讯据回声报报道，利物浦扩张了他们的球探网络。这家墨西塞德俱乐部聘请了前马赛球员恩迪亚耶 Sylvain Antwi 担任球队新球探。此举的目标是希望挖掘西甲赛场上的优秀球员。恩迪亚耶球员时代曾效力于马赛以及里尔，这名前塞内加尔国脚曾在巴黎圣日耳曼担任过三年球探，现在他将在利物浦的西班牙、葡萄牙地区球探主管埃斯皮纳尔麾下供职。自从2015年10月克洛普接手利物浦，他们还没有从西甲签下过球员。这家墨西塞德俱乐部上一次从西甲挖人还是在2014年夏天从塞维利亚签下的莫雷诺，虽然球员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，但恩迪亚耶也曾效力过莱万特以及特内里费。2004年他曾代表马赛与利物浦交手，还曾入选了塞内加尔国家队，征战了2002年世界杯，编辑吴冠中。